啊，空气特别新鲜。这是地道的韩牛，非常好吃。这是韩式早餐，请慢用。在户外喝啤酒，感觉冰爽。啊！在户外喝啤酒，感觉冰爽。啊！好美啊，这是为你准备的。好美啊，这是为你准备的。它是小猫，小猫很可爱。它是小猫，小猫很可爱。小猫在撒娇。小猫在撒娇。哎，机器人，送餐呢？哎，机器人，送餐呢？路上堵车，堵得厉害呀！啊，原来前边发生了事故。路上堵车，堵得厉害呀。啊，原来前边发生了事故。啊，炎热夏天，头伏应该吃参鸡汤。啊，炎热夏天，头伏应该吃参鸡汤。哎，我章鱼动了。哎，我章鱼动了。海带汤喝起来舒服极了。海带汤喝起来舒服极了。哎呀，今年的梅雨季节从今天开始了，真正的夏天来了。哎呀，今年的梅雨季节从今天开始了，真正的夏天来了。
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你想看什么电影？哎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你想看什么电影？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缆车快出发了，请紧握扶手。缆车快出发了，请紧握扶手。我们一起吃海鲜汤吧。哎，鲍鱼好新鲜呐！我们一起吃海鲜汤吧。哎，鲍鱼好新鲜呐！我正在去牛岛。我正在去牛岛。这里是花生村子。这里是花生村子。这里是牛岛出名的饭馆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面条动了，这是不是鬼神弄的呀？这里是牛岛出名的饭馆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面条动了，这是不是鬼神弄的呀？今天来到牛岛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来到牛岛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我邀请了好友，给你们准备了火锅，请慢用。谢谢，好吃。今天我邀请了好友，给你们准备了火锅，请慢用。谢谢，好吃。好热，我想跳进海里。哇，游起来感觉很爽。好热，我想跳进海里。哇，游起来感觉很爽。在美丽的湖水上，现在给你表白，请嫁给我。在美丽的湖水上，现在给你表白，
请嫁给我。这是我抓住的螃蟹，好大吧？这是我抓住的螃蟹，好大吧？你们看，济州岛的海滩海水清澈见底，跟马尔代夫没什么区别。你们看，济州岛的海滩海水清澈见底，跟马尔代夫没什么区别。在美丽的海滩，现在给你表白，请嫁给我。在美丽的海滩，现在给你表白，请嫁给我。夜晚的海边十分宁静，海浪的声音很好听。夜晚的海边十分宁静，海浪的声音很好听。石锅鲍鱼饭非常好吃。石锅鲍鱼饭非常好吃。炎热的夏天，在湖水上坐着鸭船，感觉很舒服。炎热的夏天，在湖水上坐着鸭船，感觉很舒服。